结合了所有我爱的元素，感觉超赞。连汤圆都有芋泥，对啊，我也是第一次看到，我觉得应该是新品项。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芋泥汤圆耶。晚安晚安，晚餐吃了吗？吃了吃了，刚刚吃过了。我看一下，谢谢 Connie 送的是水晶四叶草，看到枣泥整个人都暖起来了，哎嘿，谢谢。跟你们聊天我也暖起来了。那应该不便宜吧，不便宜，就是好像比一般的口味再贵一点，它好像是十颗好像59吧，但是我也不知道，对，因为我们家其实也没有到很常在买汤圆，所以我想说就试一次看看应该还好，我也不知道那样会算很贵还是。傻眼。枣泥公主晚安晚安，谢谢 Kami 送的小号角，还有林哲伟送的红玫瑰。枣泥今天发夹是什么？今天发夹是冰棒，因为我刚本来想要找那种双麒麟的那个的发夹，但是我发现我没有买，我没有买过双麒麟样子的，所以就夹了一个冰棒。对啊，为什么要夹双麒麟呢？因为我前几天对，我前几天去吃了那个新口味的双麒麟。想咬你的头，好哦，感觉很痛。枣泥今天好可爱好可爱，谢谢。原来今天有发夹，我刚刚居然没看到。哦对啊，因为今天的这个比较扁平一点，所以看起来比较不明显，要这样这样会比较明显。晚安晚安晚安。啊，晚安。哦，谢谢吉米粥送的冰晶玫瑰告白。等下为什么我今天哦，有了有了，刚感觉系统卡住。枣泥是每次直播秀一款宝贝发夹吗？被发现了。如果我所有的发夹每次直播都换不同的，所有发夹轮过一遍可能要蛮久的。没错，每次都给大家不同的惊喜。枣泥可以摔我，可以打我吗？太暴力了，我们只接受弹额头。哦，谢谢荣哥送的啾啾你哦。每日任务，找找枣泥是否有戴发夹。应该，通常应该都会啦。枣泥，我喜欢你，爱你，谢谢。你总共有多少发夹？总共，等一下，我想一下，我没有仔细去算过，因为感觉好像算不完，但几十个至少是有的，就是以前买很多啊。晚安。
感觉等一下可以来回复问答香香发家富翁。对啊，发家富翁，让我看看。那来，感觉可以来回复问答箱了。晚上好，晚上好。问答箱，问答箱第一个就就这么劲爆吗？关于 Eric 跟 Plus 的婚礼。第一个就如此的，如此的劲爆，对。啊，我先说，因为这个题目应该是，对，这个问答箱应该是因为在兜粉上有聊到的。看一下，长妮笑起来好可爱，我爱上长妮，谢谢。谁啦？是不是你？等一下，不是他，你误会他了。但是，晚安。那时候聊到这个真的是很闹，就很好笑，就是，对啊，我刚来怎么了？哈哈哈，可以等我不忙的时候回哦。OK， 那这个先跳过，这个的部分可能需要当事人回应。好，那先看下一个。枣泥的圣诞节规划，圣诞节规划，感觉目前还没有想到什么特别的活动，活动应该说特别的什么规划之类的。大家有什么规划吗？有点好奇，一起过哦？你说开直播吗？到时候一起过，好像也可以耶。是说讲到圣诞节，突然想到，会不会在那个什么跨年吗？跨年的当天晚上会有，因为我对，因为去年跨年的时候我还在那个暂停学测，所以没有参与到，但有点好奇，跨年的时候会有很多前辈或成员们开直播跨年吗？刚突然想到了，看到一起过，突然想到，有些会哦，原来看有没有跨年活动啊？对耶，看有没有跨年活动。去跨年晚会的话就没有，看有没有想休假吧。对耶，因为对，好像突然想到，之前好像会有那个吗？就是有一些跨年活动，比如说好像是我记得金门的那个。前辈有趣的，好像没很多，像有的有活动就不会开，直播的话记得很少。对啊对啊，确实耶。而且因为如果有跨年演，对，有跨年演唱会的话就不会，去年记得没，前年有，就是如果有跨年演唱会的话，粉丝们也会一起过去看，所以就不会特别，就不
不会上来那个开直播，想休假的就不会开直播。确实，去年是去金门，但那天有成员直播哦。原来，找你什么时候会在你房间直播？目前还不会，这样在这里很好啊，在这里直播也非常的好啊。记得有粉丝在金门跨年后有在看直播哦，那这样那个跨年夜就是充满 TP 的一个跨年夜，感觉很快乐。这边灯光还不错吧？对啊，而且因为我的那个房间网络搜讯没有那么好，就是对房间的网络搜讯大概只剩下一两格，所以大家可能就会看到我 lag 这样，就是讲一讲，然后就然后这样卡住，所以就在这里直播吧。对，所以刚说到圣诞节规划，圣诞节大家会规划要出去玩或是什么吗？我记得以前好像以前圣诞节，去年没有啦，去年因为要考试，所以就要准备考试就没有去。但是以前每一年感觉就是那个必备的行程就是去耶诞城，就是跟同学嘛，或是就是跟同学朋友一起相约去耶诞城，然后就人很多。原来这不是房间哦，对啊，这不是房间。确实要挑一个网络好的地方直播，没错。不会，圣诞节看有没有活动吧。对耶。上班，圣诞节要上班，没事啊。我记得。对啊，我记得以前，以前圣诞节要好像，也是要上学吧？好，我其实有点忘记，不知不觉也过了好久。但圣诞节那个时间嘛，刚好碰到期末，所以可能，而且我们的那个吗？就是我们哦，应该说我的科系在。我的科系，我修的课在好几科都是那种期末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作业的那一种，所以感觉期末会超忙，所以圣诞节哟，再看一下。不会，因为圣诞节会很多人，确实圣诞节就是很多人出去，对啊，很多那种一坨的朋友，或是好像那种情侣嘛，很多的情侣也都会去过去外面那个庆祝。印象中，我圣诞节都在家里追剧。这好像也是一个不错的那个。在家里追剧好像蛮赞的，可以请假的话想去日本过圣诞节哦。对耶，感觉日本的圣诞节应该会很美，而且是不是日本圣诞节那个时间点会下雪吗？如果会下雪的话感觉就很美，
住在耶诞城附近。哦，真的、哦，我记得不是，好像每次讲到说什么，就是感觉每次在网络上滑到有写说什么。今年的什么新北耶诞城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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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类，然后底下就会有人留言说住在附近的辛苦了，长这么大还没去过耶诞城。哦，可以去一次看看，有机会的话，就是晚上去会比较美一点，而且就晚上去的那种灯光的那个效果看起来就会比较好。刚谢谢我看见，谢谢苍苍送的礼物胶卷，还有义勇送的红玫瑰。找你可以找弯弯过圣诞节哦，好耶，如果他有时间的话，应该是如果我们两个有时间的话。日本圣诞节会吃 KFC， 真的、哦？为什么？好好奇哦。这是一个庆祝的方式吗？哦，刚谢谢 Steven 送的红玫瑰，还有林哲伟送的红玫瑰。耶诞节都是在家聚餐跟煮热红酒加肉桂喝，哇，在家聚餐这个还不错，但是、哦、后面这个好酷哦，我第一次听到煮热红酒而且加肉桂，好酷哦。谢谢朱里恩送的缘分相遇，还有义勇送的 Sweet Candy。 日本吃 KFC 也是商人的行销手段，确实就感觉就跟台湾中秋吃烤肉差不多的概念吧。对啊，就是商人手段，对，行销的手法，喝起来会暖胃，哇、哦，好酷啊、哦！冬天就是要喝一些暖暖的东西。圣诞节可以找到弯弯，因为圣诞树，哈？啊，什么？什么？因为圣诞树？看一下，谢谢朱里恩送的水晶四叶草。先回下一个，想看枣泥炸厨房煮晚餐哦。就是目前可能没有这个打算，对。好、哦，谢谢朱里恩送的一颗星，谢谢。看一下哦，平常是怎么管理压力，怎么纾压的？平常吗？其实我一直也还蛮好奇，就是有什么纾压方式，因为我自己的话好像纾压的方式嘛，就是追剧，这个是比较最近才有那个，就是叫什么最近的纾压方式，但我之前前阵子好一阵子其实都不太追剧，所以我那时候纾压方式好像一开始的话其实就是好像就是硬撑，就是硬撑，然后撑到那种就是可能心里的那个负能量吗，比较变得比较强一点的时候，就会找家人，对，
就会找家人就是 complain 一下，然后就是对跟他们分享一下，然后感觉讲出来以后就是心情就会好一点。嗯，这应该是我平常的抒压方式。嗯，因为弯弯有办过圣诞树哦。哦，原来可以叫弯弯教你，然后教我抒压吗？看公演哦，对，看公演，看公演也是一个蛮不错的抒压方式啊，就是跟着，应该是说去看公演的时候，再跟着嗨，跟着那个的时候，应该会忘记掉烦恼吧，应该会吧。就是像我在跳公演，就是跳舞的当下，我也会忘记掉那个烦恼，就是会全神贯注的专心在当下跳公演，然后就不会去忘，就是一直想着别的东西的那个压力。期待 TP 开 TP 食堂，煮给粉丝吃的节目或活动，哇，很酷欸。就是，我想到之前那个饭水偶像，像那样吗？但前提是要有那样子的场地，需要倒一下垃圾哦。对啊，就是心理上的倒垃圾，需要抒发一下。有人诉说会好一点，嗯，真的，真的，真的。早妮会看棒球吗？棒球十二强争霸，哦，真的，因为我其实不太会看体育赛事，好像只有奥运那种的时候。然后好像之前那个高中国中。有一点小忘记，反正就是要么就是国三要么就是高三的时候，好像对那个排球有再多一点关注，就是类似什么，我记得那时候老师转给我们看什么全明星运动会吗，好像是，然后里面就有打排球之类的，那时候有看一些，那个应该是我比较少数有接触的体育赛事的，对的节目，但看公演可能会走心更严重。不会啦，不要走心。饭水偶像不是你们组啊，确实。感觉如果是那种 TP 食堂，就是我们成员煮给粉丝的话，感觉也是要有那种的场地，像饭水偶像那样的场地。但我是觉得，吃那种那个会馆的那个应该会比较好吃啊。谢谢 Steven 送的红玫瑰。以前浪有浪梦成真，会有成员做东西给粉丝吃的部分。哦，真的？那他们要怎么给粉丝吃啊？因为这样是啊，还是那个是实体的活动？因为感觉如果是线上，像这样直播或什么的话，就没有办法给粉丝吃。期待万圣节举办交换礼物哦，对耶，粉丝可以会员抽选现场参加现场活动哦，原来这样也很酷耶。谢谢 Steven 送的告白气球，谢谢。
那个交换礼物啊，是想到好像去年一样是我在暂停的那段期间，是不是好像那个 TP 也有，那个 YouTube 上也有一些就是那种圣诞节的那个影片之类的，不知道今年有没有，期待。去年都对啊，去年那时候都没有办法参加到许多的小活动，就是小活动就是公司的那种小活动，希望这一次有机会，或是看当天直播礼物排名，得到以后用寄的，跨年到圣诞的交换礼物哦。原来酷耶，如果有的话你要准备什么礼物，准备什么礼物哦，啊好难哦。我从以前玩那种，就是以前国高中玩交换礼物的时候，我就是那种真的都想不到要送什么。应该是说看是玩哪一种，哎呦撞到桌子，看是玩哪一种吧。因为我记得以前好像也有玩过那种就是什么天堂的礼物跟地狱的礼物那一种的，对，然后好像有印象那时候那个地狱的礼物就是对不太好。我想一下准备什么礼物，好难哦，只有记得有一些那种什么送礼的禁忌吗，就是比如说什么不能哦，禁忌的话是类似那种谐音嘛，就是不要送什么镜子啊或什么之类那种种种，然后但是好像据说什么最不想收到，看之前看过一个什么最不想收到的礼物排名吗，好像类似什么马克杯之类的，欸对对对对对，马克杯。居然还有主题的吗，对好像那时候是说什么就是送那种什么很雷的交换礼物之类的那种，有参加过这种主题的交换礼物，我们顶多现金额500以下之类的哦哦，对我们也会就是有现金额，送钟哦，对啊不能送，好像说不能送时钟就是闹钟时钟这种，然后还有那个雨伞好像也不行，然后还有对好像大概有印象，这些就是谐音梗谐音的那个意思的就不行。马克杯，请问早你会觉得马克杯是地雷吗，马克杯吗，其实说到马克杯的话我好像觉得还好耶，就是如果它看起来是那种可爱的马克杯的话那就还好，因为至少送马克杯是可以用的东西吧。因为哦，应该是说因为我以前碰过那种就是我想一下，那好像是很久很久以前，好像是国小的时候吗，国小的时候碰过，哎呦等一下，碰过好像我那时候是收到什么，我那时候好像收到一包拼图，对它是一包的那种，然后虽然那个看起来就是好像没有到很便宜，因为它好像是正版的，但是呢我记得它的图案好像是一个很男生的，就是男生会喜欢的那种图案的，就是比较不像是女生会那个的，
会感兴趣的，然后再加上我其实对也不太拼拼图，所以那时候像那种礼物我可能就会比较觉得哦，就是收到可能会有一点点小失望。对，所以相较于那个的话，我会觉得就好像马克杯，如果是可爱的马克杯，就至少平常还可以用，那就实用度比较高，就还好。马克杯太容易收到，但这是确实欸，因为就是像每次那个啊，快要圣诞节的时候去那种，我想一下，哦，就是去那种文具店吗？或是一些，对，去一些店，他都会摆出那个什么圣诞交换礼物专区，然后里面就会放，好多款式的马克杯。对，哎，但其实有时候那个马克杯蛮可爱的，有那种专门送垃圾的交换礼物。哎，我有看过，我自己好像没有碰过，但是我有看过，真的是好像是我的朋友，好像一样是国小的时候，就是我的朋友好像收到有点雷的东西，对，好像是什么，就是类似那种，我记得他那时候收到的时候好像，我想一下，好久远的事哦，让我想一下。哦，他那时候收到的时候好像超难过，因为他好像收到了什么，就是那种造型的香皂，你们知道吗？就是有那种造型香皂，然后好像是一个小小的，然后是一只类似泰迪熊造型的香皂，然后他还收到了一个什么，好像是一只，我忘记是一个橡皮擦还是一只坏掉的手表之类的，就是对。他那时候收到的礼物真的是有一点点雷。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我看过这种非常之雷的商品，的礼物，所以就觉得马克杯，OK。鞋子哦，可是鞋子不知道对方尺码的话，应该说交换礼物是随机吧，所以没有办法知道尺码，所以如果收到不合脚的鞋子也是会很麻烦。你送就不会觉得是雷，感觉就是马克杯这种东西，感觉就是看人，还有看图案，看送的人，还有，但因为感觉如果是我的话，如果我真的要挑马克杯，就会挑那种很可爱的。我以前好像也看过有那种，就是上面有那个很可爱、很可爱的那种细胶盖的那个马克杯，好像是还有小兔子造型还是什么，就是那种很可爱的。拼图好累哦，真的。该去忙不能挂听了，直播加油。OK， 谢谢。对耶，那刚谢谢 Plus 送的啾啾你哦。那收到一盒除毛刀呢？看向你们同事。等一下，除毛刀好哦，除毛刀。但是如果除毛刀除毛刀如果是那种就是一般可以除任何地方的那种就还好，但如果是刮胡刀的话，感觉就会比较那个一点，就是对，如果是对女生可能实用性就没有那么高，比较不常用一点。星巴克哦，星巴克类似券嘛，那种
票券。马克杯就算不喜欢也可在家偷偷用，对对对，真的。所以你有喜欢吗？马克杯，马克杯是还 OK 啊。但我大学收到过同学把脸的大头刻制在马克杯上的。哇哦。这应该只能在家偷偷用，对，这应该不好意思，对，拿出去用。可爱归可爱，但没整天打破的话，一个杯子可以用十几年，根本用不到，很有道理耶。除非是它裂掉或是什么，不然可以用很久。然后家里就会变成放了叠了一大堆的那个马克杯。TP 之前有办过几次，哦，好期待。觉得交换礼物是交换赠品与废物回收物大会。对，确实呢。但我自己在送交换礼物的时候，好像都还是会另外买。欸，我记得我以前好像买过什么小夜灯之类的，就是有挑那种特别好看的造型的夜灯。那你最想收到的是什么？最想收到，我想一下，我记得我小时候以前最想收到的是那个娃娃之类的，但后来发现，对，我的娃娃有一点多，而且好像也没有到太实用，就是不太会常常拿出来。所以最想收到好像没有特别，没有特定的什么物品，但是会希望收到的是实用性的东西，就是那种平常也可以拿出来用的。我想一下，我刚刚一瞬间想到的是那种很可爱或是看起来特殊造型的那种餐具吗之类的，碗筷啊或是汤匙餐具之类的，那种感觉也比较实用一点，就还不错。找你喜欢可爱马克杯笔记。但是对马克杯确实好像也就是可爱，可爱是很可爱，但是不常用。感觉好像我自己的话，比起马克杯我更常用水壶。找你可以送墨鱼芭比娃娃，为什么？这里有写墨鱼 VS 芭比娃娃，欸，为什么？好好奇哦。抛弃式的那种除毛刀好像是艺林交换礼物送的哦，原来，但那个也算有用。好好奇哦，等一下为什么墨鱼跟芭比娃娃连结上了？去年栗子前辈有办生日餐会，有收到他的三丽鸥眼蒸汽眼罩，哦，这感觉也很赞。你想，对不起，找你，我刚刚睡着了，没关系。我收到最大的杯子是大到可以当做泡面碗。哦哦，我看过那种泡面碗的，那种也很可爱呀。犹豫的表情好可爱。纯元的爱。话说明年的活动已经买好票了，我要去钻石舞台看九孔雾。
啊，什么什么？哦，对耶，大家都有买到票吗？希望大家都有买到票。墨鱼说生日礼物不要送芭比娃娃，他会怕的样子。哦，原来，哎，那大家很坏耶，还那个还说送他芭比娃娃。早你可以去问墨鱼，有买到，赞哦赞哦，耶！虽然那个是明年二月份嘛，感觉还有一阵子，但是期待。好期待呢，很久，确实都过完年了。对啊，终于可以见到瓜哥了。哦，对啊，而且还可以见到很多很多艺人耶，感觉很酷耶。可以见到很多的那个艺人们，就是以前只能在电视上看到的，然后就可以实体的见到他们，感觉票还蛮多的哦。哦，对啊，因为应该那个场地应该算蛮大的。墨鱼生日礼物准备好芭比娃娃送给他，太坏了，他会怕。谢谢微积分大师送的红玫瑰。钻石舞台，我在等我朋友，在等他给我答案哦。但那些艺人都好老，但是我也是，就是有一些有听过，就是以前，对啊，以前在电视上会看到。那如果送墨鱼好人娃娃恰吉，不知道会怎么样。天啊，先不说墨鱼，如果是我自己应该也会怕。为了瓜哥去的。哦，是哦，不是为了我们哦。早妮第一次上节目会紧张吗？会耶，其实对，而且因为没有参与过那种这么大的活动嘛，所以其实蛮紧张的。但是因为现在我觉得可能现在讲那个还有一种很久远的感觉，所以现在还没有到那么紧张，但是应该到时候就会很紧张，我觉得。但可能到时候直播的时候，我就跟你们说，哦，天啊，就是快要上节目了，好紧张，类似这一种，很大也很贵，因为那个吧，它感觉上，我有看那个票价嘛，感觉类似比较像演唱会那种的那个感觉。钻石舞台，你们要跟阿吉仔表演命运的吉他吗？我不知道啊，哇逼巴的咖喱，这个我有印象。我要看陈美凤哦。好啦，大家就是对啊，可以看很多的艺人，但也别忘记看我们哦。我还在考虑要不要去，毕竟最近投资失利惨。真的假的？还好吗？加油，你可以的。还太早啦，先烦恼下礼拜公演。下礼拜公演，确实。哇，下礼拜要公演欸，好快哦。最近要再来复习一下，我通常都公演前一两周开始复习。
早你有看昨天播的一品上节目吗？我没有整个节目全看，但是我在滑那个，就是，对，我在滑翠的时候有看到，好像有粉丝有那个荧幕录影吗？就是录影一段那个一品，然后 Mina 前辈跟肉肉前辈跳那个跳舞的段落，我有看到那一段。暂时舞台算是我的童年回忆哦，还可以吃饭就是，那就好，那就好。当然是为了你们才想看那种节目，嘿嘿，赞，就爱这种回复。你们 MC 准备完了吗？还没耶，因为那个主题好像还没公告出来。应该这几天，我觉得应该这几天会有那个主题还没定，我笑死。对啊，因为我们通常会等那个，就是可能姐姐会跟我们说谁是类似 MG3MG4 的，然后有那个我们才能够去组小组来讨论主题，但目前还没，但我觉得应该这几天差不多。而且爆小子居然还存在哦，这个我倒是没有听过。半丑脸吗？啊，半丑脸吗？半丑脸哦，你说一品那个吗？我没有看到他半丑脸。那感觉应该要去看一下。在买钻石舞台前，先存点钱，加油，可以的，应该可以吧？因为那个票应该不会太那么就是超快的抢光吧，应该吧。那要先上身写真的吧，应该会吧，嘿嘿嘿，期待一下。再我看一下，再两天，你们每次公演都会创一个群来讨论 MC 吗？会耶，因为那个蛮必要的。就是对，因为一定要有一个群来讨论那个主题，所以其实 LINE 里面真的会有很多个群组。确实场内大概有一半位置被锁住不能买，可能都要拨给后援会的人。哦，真的哦？哦，我不知道耶，原来如此。潘之一扮喜怒哀乐的仓鼠很好笑啊，感觉 Mina 前辈这样感觉很可爱耶。好，等一下我网路找找看看有没有影片回放可以看。早你考完期中考了？问号。考完算是考完了，但是有一些报告还在进行中，对，还没上台报告。刚下班可以看到早妮真的好好，嘿嘿，谢谢，我是你下班的动力来源。那这样你会有几个群啊？一年多20个群吗？有可能，蛮有可能的。官方有完整版可以看哦，好啊。所以说下班本来就很有动力，这倒是就跟放学以后，就是上学的时候就会累的，
那个就是就上学的时候就会很累啊，然后就一直看起来就很想睡觉的那种脸，然后但是一下课以后就是直接整个人都生龙活虎了起来。不是一直用同一个群哦，因为每一次的人其实不太一样，所以就没办法用同一个群。不愧是我宝。明天没事做，找你有什么推荐的吗？推荐的事情吗？追剧。因为我最近也是一直在追剧。也不是啊，也没有一直，因为现在要上学比较忙一点，所以一天大概就只能追个一两集，但是假日没事做的时候我应该会追多一点，像明天我应该就会追蛮多的。看一下，刚谢谢义勇送的真情告白，聊着聊着发现是上次的 MC。 枣泥，我想吃枣泥做的三明治。三明治哦，很久没做了耶，但我只会做那种甜咸，就是咸甜咸甜搭配的那个三明治，我比较喜欢咸甜搭配。正所谓上班不积极，看班第一名，下班也第一名，对，没错。推荐的剧呢，我最近是在追那个《非常律师与英语》，就是好像其实好像已经一两年前的那个，我有点小忘记，但是反正已经好一阵子了。但那时候就有一直听，就是朋友啊，或是就是家人，我爸爸对推荐说那一出很好看，要看，然后但那时候一直没时间。然后最近就刚好有时间可以来追剧，很推。吃饭睡觉打东风，今天晚上就开始追了吧，追着追着就看到太阳了。直接熬夜熬那个吗？熬夜追剧吗？芋头肉松吗？对，我很喜欢吃芋头肉松的，但是我不太会买芋头的那种回家做，所以那种我都吃，对，现成，吃现成的就好。你的衣服有三明治啊，确实，嘿，今天穿了我们的早午餐团服。非常律师一年多了吧？对，好像是差不多。刚谢谢小深深送的红玫瑰哦。枣泥会看美剧吗？美剧很少，我很少在看美剧。还是大家有什么推荐的美剧吗？因为我印象中我会看的，我少数有看的美剧好像是类似那种跟校园生活比较有关的那一种美剧，对。我国中家政课有做三明治，就把材料放进吐司，然后斜切一半。哦，对对对对，我也是。我还在追《恋上换装娃娃》哦，这个是什么？这是出，感觉很酷哎，《绝命毒师》《怪奇物语》吧？哦，好耶，记下来，等到我那个与那个现在在看的这一出《非常律师》追完以后，再来看一下下一出要来追什么。枣泥，今天要跨夜直播吗？不会。运动中自律，加油加油！边运动边看我直播。会比较有动力哦。
三体也不错哦。好，记下来，有空再说。没错没错，看一下，大家都健康，谢谢谢谢，大家都要健健康康的。好，然后看一下哦。刚刚讲到哪里？等一下，可以聊聊期中考的生活。哦，有一个是这个，然后一个是大学生活。先讲期中考，但其实两个有一点接近。好，一起讲啊。期中考的话，就是因为我的课刚好，我修的课刚好期中考都是比较。没有怎么说啊，不是那种要读的很，就是背的很夸张的那种。什么叫背的很夸张？等一下，就是不是那种要背很多，像高中那样子那种什么物化生，然后国文、英文、数学这种，就是不是这一种的。对，所以期中考的话，这个是比较好的部分啊。然后比较累的部分应该就是我的期中都偏向是报告居多，所以就变成是虽然不用花太多时间在背书，就是读书上面，但是要花比较多时间在做，就是做简报啊，然后那个 re 稿，就是顺稿，然后跟小组的，对，跟同学讨论之类的，跟同学分配，讨论分配，然后去做简报，类似这种，或是也有那种个人的简报，对。然后我想一下，我有一科那个某一堂课的期中考吗？它是 open book， 然后可是，它有，我想一下，它有六题，那个就是它期中考就是六题，但是那六题都是申论题。然后呢，因为它在那个期中考之前有先出一份练习题，然后它有说就是它可能期中考会从那个里面去出，但是那一份练习题里面也都是申论题。然后呢，那一份练习题是交电子档的，所以我那时候就打了蛮多字的，对。然后呢，我以为期中考也是用电子档就好，结果没有想到期中考是实体考试。然后因为我刚刚不是说，就是老师有说他有一些期中考的题目可能会在练习题里吗，所以我就想说直接把就是那边的内容也可以直接引用过来这样。然后结果期中考那一天竟然是实体手写的考试，然后那六题我好像整整写了好像两大章，然后再加上一个半章的，然后字超多，我那天写完我手一整个超酸。就是对，在短时间内写了非常多的字，然后我写到最后那个字就越来越潦草了。就是女主喜欢 cosplay， 然后喜欢上会做衣服的男主。哦，我上次早餐就用的跟你圣诞 T 恤差不多一模一样。哇，真的好厉害哦！嘿嘿，我的圣诞 T 恤，羡慕了，嘿嘿。晚安，不像我们系每天都在爆肝熬夜苦读累死，辛苦了，辛苦了。刚谢谢超哥送的红玫瑰，还有星鱼券送的千纸鹤。枣泥最喜欢收到什么礼物？
这刚好像有回答过类似的，就是没有特定的什么礼物，但是比较喜欢偏实用性的那一种。对，开书最难了，真的很难吧？天啊！但我觉得开书的就是最难的，本来就是不意外，结果一整个措手不及。是说就是因为内容，我觉得那个期中考嘛，就是那个内容的部分是还好，因为可以直接把那个书上的或者是之前写的那个练习题的内容那个直接腾过去，然后但是最累的就是在于写字，对，因为其实就是老师他其实是开放 open book， 然后用手机查什么什么都可以，所以我觉得内容的部分不会到太难，但是手写的部分很难，手会抖抖抖吗？抖抖抖是不会，但是。我记得我写完，因为我用黑笔写的，我写完的时候我这里一排都是那个墨水。老师故意要你们写吧，这样比较会记进去。确实，因为如果用手机打字感觉，然后如果又是上网查，就可以直接复制贴上。刚刚没听到哦，没关系。粉丝的爱应该是最棒的礼物啊！对啊，就是其实如果是你们送的话，就是不管你们送的礼物吗？应该说不管是什么东西，就是即使是不是一个什么礼物，可能是信之类的那一种，就是其实你们有送我东西或是信之类的。我觉得很开心的，就是对，就是粉丝的爱。刚才一直在查之前看的辩护电影，终于查到的是《拯救嫌疑人》，算精彩哦。我现在蛮喜欢看这种，像《非常律师》啊这种什么有包含一点推理的那个戏，感觉不错耶。抖。这种我都用摩擦笔写错可以擦擦擦哦，欸对，但是我记得是不是好像大学不太规定嘛，但是好像记得以前高中说不可以用摩擦笔写，好像是他会怕怎么样，然后你的答案就消失之类的，比如说纸碰到，我记得摩擦笔好像是纸碰到热的吗，很就是比较热的时候那个笔迹会消失，那写太多了吧，手都是墨水，对啊。就超多，还好我都是用铅笔写，欸我知道，但是欸我以前用铅笔写手上也会有那个，欸就是一层铅笔写完很多字的时候手上会有一层那个类似银色的那种，然后铅啊，然后它还会反光。就是回忆认真努力的痕迹。刚谢谢小森森送的红玫瑰，还有义勇送的红玫瑰，跟欧比王送的送礼我就发，谢谢，心意最重要，没错。我以为高中都是用电脑答题卡来考试耶，有大部分其实是，但是也会有，就是像类似国文、英文，欸其实每一科好像都有，都会有一点点是那个类似填充或者是简短的问答题，但是就是一点点，不多。而且以前用那个电脑答题卡画完，手上也是会有那个铅啊，而且因为都要用那个2B 铅笔，所以那个颜色就很深。
你喜欢推理的话，听说信号电影版很烧脑，但还没看。哦，好耶，感谢推荐。摩擦笔遇到热确实会有化学反应消失。对啊，但现在用的铅笔都不是铅。是没错。谢谢小森森送的 Sweet Candy， 还有星宇券送的千纸鹤哟。对呀、啊，预热会消失啊，但是要不见要用火烤。确实，不过我这那个年代还没有摩擦笔哦，摩擦笔是比较那个的新，就是近期的近几年。对，铅笔芯是石墨粉啊。对对对对，确实太久没有碰。对，太久没有碰铅笔，一时的忘记。诚意吃嘴甜。摩擦笔高中不能用，可能怕意图改，怕有争议。对，我觉得应该也是。到我很老了，都在写申论题的时候，就都用摩擦笔，懒得用修正带。对耶，那感觉下次我好像也可以用摩擦笔，不然用修正带感觉很。就是会用到很多，尤其是在那个写作文的时候嘛，就是写作文，你如果那个写在那个格子内，然后少写一个字的话，后面那一串你就要全部涂掉，然后重写。电脑答题卡最怕填错格，好可怕！真的，真的，真的，我每次在画的时候都要这样一格一格对。铅太毒，小朋友不小心吃到手指会死。嗯，身为高中就开始写申论题的我，大学根本轻松。太厉害，太厉害了！写完会再对一次答案。对对对，我也是，就写完以后会再 check 一遍，就是一到五这边，然后六到十、七到十五这边等等，会再对一次。我考检定考的时候，有最后15分钟才发现画错格。哇、wow, 还好啦，至少还有15分钟，还来得及。如果只剩5分钟那种就很可怕。我都忘记带，跟别人借的时候还可以顺便认识一下同学。你是用这个在当做一个社交的管道吗？我写完之后都直接交卷。哇，这是学霸才有办法做的事，我无法。我听说把用摩擦笔的纸拿去冰会起反应，消失的笔记会跑出来。我也有听过这个说法，就是好像听说用吹风机，吹风机我不知道，但反正就是让它变热的时候它会消失，然后但是拿去冰箱冰它又会恢复。还能拿系排前三，太强。对，还好有把答案同时写在题目卷的习惯，不然就完蛋了。对啊，还好还好，幸好。谢谢刘建谷送的胶卷。我看一下晚安小羊，晚安。主要是墨水的成分有关。嗯，我第一次考试，去考试好紧张，题目全部忘光光。没事的，我通常那种什么大考学测那一种，就是大考考完以后，通常我也会忘记很多。最主要就是会忘记自己写了什么答案。期中考的话，期中考的话，回归那个问答框框。期中考的话好像差不多是这样，然
然后大学生活哟，很牛。我十二月还有一场国考，国家考试，找你可以帮我加油吗？好哟，加油加油，你一定会考好的，加油。下礼拜也要期中考了，想赶快考完去见你们。好啊，可以的，加油加油。你就是可以把公演当作看公演当作考试的动力，就是考试完不是都会想要犒赏一下自己吗？所以就这是一个动力。祝你期中考顺利哟！我是去考丙级证照，学科数科全部忘光光，没考过。哦，没事啦，还有机会的。明年要考西餐乙级，哇塞！大家都考好好酷的东西哦，西餐。哦，超级好的奖励，谢谢小羊送的红玫瑰，还有李思琪送的缘分相遇。考上的话就可以去北捷工程局上班了。哇，真的、哦？那加油加油，祝你考运很赞。今天过完要闭关到明年六月了，也是要考哦。今年过完也是要考试，蹲得越低跳越高，哇，辛苦了哎！加油加油加油，就是努力的准备吗？一定，对，怎么说？对，努力的准备。就是可以有好成果的希望。应该是说，因为我刚突然在想，就是蹲得越低跳越高，突然很有一种感觉。谢谢章鱼烧送的千纸鹤，考运亨通，没错，祝各位要考试的都加油加油加油，而且考题都是申论题，应该没问题。哇、哦，像青蛙，好强哦！但相信还是会想念参加活动的日子。是去年失利的考试，所以这一次打算更认真一点，要有点牺牲。哦，原来，加油加油，你可以的。看呀，西餐乙级考过就能升官。哦，哇，真的好好多人都有考试哦，突然发现。借你吉言，什么什么什么意思？好，我看一下，再来是大学生活。大学生活，大学生活的话，就是哦，应该是说大学生活，我本来以为会比高中。轻松很多，对，因为我想说没有像高中有，就是不像高中这样要一到五，然后从很早到很晚，诶，也没有到很晚，从很早到傍晚那种，都就是都要关在学校的那种感觉，所以我本来以为会很轻松，然后但是后来会发现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就是怎么说呢？感觉上作业就是或是报告作业这种部分，都是要自己去 follow， 就是自己去注意。然后老师的上课，因为老师
老师可能也不一定会就是写成联络簿之类的嘛，他可能就是上传在那种教学平台上，然后但是那个教学平台有时候不一定会跳通知，所以也要自己时不时上去 follow 一下。对，就是会变成自主性要更高的感觉，这是我目前上大学的最感觉差异最大的部分。然后而且就是报告偏多吧，对，应该就是这样，报告蛮多的，所以也算是再更训练一点做简报的能力，做简报还有找资料的能力。哎呦，今天有点可有得爱，什么东西？为什么跟平常不一样？我只考过多益跟日检，好像都不能干嘛。不会啦，多益日检的话就是好像是，因为其实我也没考过，但日检好像是那个吗，就是如果你有想要从事相关的那个会有用。多益的话就是那个大学的门槛，毕业门槛，要轻松可以很轻松，确实就是自由决定这样。结果是骗局吧。那有在校园骑脚踏车吗？没有。还好耶，因为我比较喜欢用走路的。毕竟你是好孩子。大学很两极，天堂或地狱。对啊，就是自己决定，对。是自己的选择，包括修课的多寡吗，也算是自己选择的。因为像我是选修的课是属于就是我自己觉得负担上可能偶尔会比较累一点，但是刚刚好的那一种。但是像我同学可能有修的比我多的，就是他像他好像还有，对，他还有超修，然后他就跟我说他最近超忙，然后他好像这一次期中嘛总共有十个报告的样子，就总共做了十个报告，然后对啊，然后像我也是有同学修的比我少，应该是说就是对自己决定。叫自由，但还是要看读什么系所。对啊，刚谢谢笑笑送的红玫瑰，还有小羊送的千纸鹤，应该是说西餐考过就有机会煮给枣泥吃哦，感觉很酷耶。吃西餐，好久没吃西餐的感觉。大学课少但内容很多，对对对对，或是作业很多，就是比较虽然课不多但是会需要花比较多个人的时间去完成它。谁敢跟我说大学玩四年，我一定先问候一下在什么学校出来。不要激动不要激动，客服平台那种教学平台，对对对对对，那个平台不可靠，作业都不给通知。对啊，就是要自己去 follow。 我们都是考试，报告倒是不多哦。那应该是看选的课还有科系的部分。我在考验你，很好，你通过我的考验了，我们结婚吧。等一下，最后这是怎样？恭喜我通过考验了，后面那个就
再说再说。毕业门槛，对啊，现在我就在快走，加油，运动是好事。现在大部分学校的英文门槛除了多益也会有其他英文考试能抵吧，好像是，对。还有空跟你说就代表还不够嘛。确实没有，但他其实是利用某一个，对，他其实是利用我们某一堂共同修的课中间的那个很小的下课，他大概只跟我讲了几分钟而已。但他看起来确实很累，也蛮忙的，而且因为他还有参加不少学校的或是那种系上的活动，所以就更忙碌了。全民英检终极吧，哦对，就是好像全民英检，然后多益，然后好像还有一些考试好像可以抵。找你学费自己缴学费吗？没有欸。看一下，早保现在学期过一半了，校内有人知道早保的真实身份了吗？有，但不多。哎，我想一下哦，先包含，可能包含一两个那种长姐的话，那好像大概五个人吧。大概五个人知道而已。而且有一个同学是我本来正打算跟他讲的时候，然后他才就是我就说我那时候就开个就是起个头，然后就跟他说，欸对了，话说我好像还没有就是对还没有跟你聊到过，因为那时候他反而约我要不要去一起去吃饭什么的吧，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刚好就是有要去练舞，所以没有办法这样。然后后来我就想说，但每次都这样拒绝他好像不太好，所以我就跟他说我好像还没跟你讲过那个就是对可能我要去练舞的原因或是什么。然后正当我打算要讲的时候，他就说哦我知道，然后我就哈什么。害我突然非常的惊讶，然后我就说哈哦你知道，所以你知道我那个的事情。然后他就说哦对啊，因为他好像可能在滑 IG 的时候刚好看到推荐，然后对就看到我的账号我的头像我的名字这样，然后对。对，有一个同学的知道的那个过程是这样，蛮特别的。要是大学能重来，会希望自己再认真一点。没事的，现在再认真一点，也还是哎，现在再努力也还是来得及的。好，我四年后再问一次。好、哦，还全部念出来，真的。托福、雅思，嗯，对啊，长姐。但是 GEPT 在国际上不承认，直接简称长姐。欸对耶，就是以前都会说长姐啊，长姐们这样。Mina 前辈本来想隐藏真实身份，但现在已越来越多人知道了。就是，对啊，就是有时候。对啊，而且像妮娜前辈的话 ，IG 上那种应该更容易滑到他的推荐，所以应该更容易被发现。学长学姐，刚刚谢谢黑杰克送的缘分项链，还有小森森送的胶卷。其实我是明星，哈哈，对。
其实我是小偶像。哪个 ？IG 无秘密。对啊，滑 IG 很容易就滑到，很酷啊！老师知道吗？老师不知道，我没有跟老师聊过。酷，对啊，超酷的，好扯哦，不敢乱留言了。不会啦，没有他们，我虽然他们知道我的账号嘛，但是实际有真的一直在 follow 的不多。因为像有一些同学是知道我那个身份，但是他没有在使用 IG 的，所以还好，不用担心，不用担心。哇，哎，这个特效好美哦！谢谢小羊送的桃木剑和向日葵花海，第一次看到这两种礼物，哎，好漂亮的那个的图案。原来是学长姐的意思，吴家有女初长成的。看一下，主要是团员们跟与校内都用本名，很难隐藏。对啊，因为用本名的话，其实如果是真的很有兴趣，上网打字一下就可以查得到。哦，谢谢小森森送的 Sweet Candy。 早你要请假，老师会问什么原因要请假？不太会问，欸，我就跟他说我目前等一下，但其实我目前好像只有请过一次的假而已。对，我目前只请过一次的假，因为我那时候在排课的时候就有特别尽量去排开，就是未来可能会用到的时间，比如说就是那种可能晚上我就尽量不排课，然后星期五的那一种就是之类的，我可能也尽量不排。就我那时候在排课的时候就有先稍微去调过，所以我只有为了好像之前为了练舞有请过一次假而已。然后我就是跟他说试驾，他也不太会问，老师不太会问，也可能刚好听说某科系有正妹，结果查了就曝光了。哦，这个应该是不会啊。毕竟，对，其实我去学校，因为有时候那种早九或是什么，其实会有一点。对，有一点懒，就不太会化妆，我就戴口罩，所以其实，应该不太容易发现，我隐藏得很好。刚谢谢小森森送的缘分相遇哦，好像地偶比较会用艺名哦，原来很有兴趣。哎，结果礼拜五晚上也有公演了哦。对啊，对，但就是还好，刚好这一次没有那个，没有我，这一次星期五晚上刚好没有我，有点素。对，我对。原来早你大一就开始素颜了，这样大四你懂了吧？就对啊，就是我平常偏素啊，因为我其实从高中的时候也就是属于那种比较素颜的那种。而且我想说就是可能去公司或是表演的时候都要化妆，就是怕每天都化妆的话皮肤会变不好。
所以平常就让皮肤休养一下，等不到一个归宿，撑不到最后一步。嗯，哦，刚谢谢，刚谢谢小森森送的大声说爱你。哦，这个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个礼物，好酷哦！没有偶包的找你。我想说，就反正就是刚好趁现在也还没有太多人知道我，就不用太对。如果等到真的，对，应该是不太会。但如果等到真的很多同学都知道我的话，那我可能会就会化妆，注意一下我的外在形象这样。大四就不用化妆，对啊，找妮妮的水够喝吗？要去装吗？可以可以可以，应该可以的，这样不错吧？找妮真的太可爱了，哈哈，谢谢。给肌肤透气的时间吗？对啊，就是想说让肌肤休息一下，而且好像我以前嘛，就是如果太常化妆的话，会比较容易长痘痘之类的，就是比较皮肤状况会没那么好。然后哦，尤其是那个就是那个口红的部分，口红部分我的嘴巴嘴唇又会更容易那个，所以就是让它休养一下，我就戴口罩，非常的低调这样。等到枣泥的光芒外露就要伤脑筋了，对啊，但不知道未来怎么样很难说，但等到如果等到学校真的很多人知道就要化妆。我们学校好多女生都早八全妆，好厉害。对，我真的觉得早八全妆的人很厉害，他们大概是早起然后就马上开始化妆之类的，太强。以后就开始戴墨镜了，现在是戴眼镜，这样就是去学校戴眼镜，戴墨镜的话可能会更引人注目吧。枣泥的水壶没变，都是同一个哦，就对啊，就一个好用就一直用这样。枣泥水够喝吗？不够喝我就帮你装。没事的。枣泥学会连播了吗？会，但是我还没实际连播过。通常我会建议嘟嘴保养嘴唇。哦哦，好哦。好哦，嗯，正在想，应该不能太宠粉，偶尔要傲娇一下，不能太乖。找你，我在你家楼下帮你送水上来，先不用。有一种是前一天夜唱的妆啊。但是前一天夜唱那种的话会浮粉吧，不知道欸，现在保养一下。好啦好啦，重下粉。你说保养嘴唇吗？好，就仅限这样。不能再多了，傲娇找你。再看一下，啊啊啊！这个啊啊是，我看一下哦，回答一下下一个。找你嘟嘴好可爱，谢谢笑笑，周末太幸福啦。好啦，用我的嘟嘴带给大家幸福。为什么等一下突然觉得我的
荧幕有点亮。哦，好了，刚好像灯光有点太亮。这个话说忘记截图，没关系啊，还有机会的。话说这张眼睛好好看哦，说我 IG 那个，谢谢。看一下，距离12月31号还剩53天，好奇早年在2024年初立下的目标或者清单都有完成了吗？都有完成了吗？其实我那时候看到这个留言的时候，我在想说，我2024年初好像没有列清单。看一下哦，嘟嘴好可爱，嘿嘿，谢谢。你是不是爱手开太大？没有，应该不是，应该是我刚一直这样动来动去，然后我的那个补光灯有点偏掉。思考设了什么目标？对啊，但是我后来仔细想了一下，我那时候没有特别列，就是2024的目标或清单，然后但是可能我当时对于今年的想完成的事情嘛，应该算都有，就是算是都有达成啊，即使还没达成也正一步一步的在进行中。比如说像是年初的话，像那个嘛，就是考上还算理想中的大学，这个也是。然后还有什么？还有想要学，就是在就是 TP 这边嘛，就是可以经营的越来越好，然后也可以拥有越来越多还有越来越要好的粉丝们。对，我觉得这个也是算是有一步一步的在达成目标中。因为这个目标应该不能算是2024年，我觉得这个目标应该算是一个很长期的目标，但是我觉得有一步一步的在完成就非常的好了，多亏了你们。谢谢你们。然后还有什么目标哦，像是学习电绘吧，这个也有，就是找出除了读书还有跳舞，就是读书唱歌跳舞之类以外的技能跟兴趣，就是去研发去学习新的技能。对，这也算是我的一个目标，然后目前也有在进行中，就是也算是完成了一半这样。我看一下我今年年初的几个大目标都完成的差不多了，哇，那恭喜耶。哦，今天到几点？哦，感谢回答了，9点半。对，等等，会不会有一题是明年要设什么目标？一明年要设什么目标吗？还没有特别想到，我觉得应该是年末，或者是搞不好我那个今年年底或是明年年初的时候就会设个目标，列个目标清单这样。但是感觉那个目标清单先不能公开，然后要等到明年可能年末的时候再公开给大家看看我有没有达成我的 flag。2026吗？电绘大师在这里，
是吗？你也会电汇哦？找你可以放心把电汇交给我。哇，太厉害了！2023的小晴是有写30个今年目标，哇、哦，原来如此。看一下，居然不能公开吗？因为我想说，还是公开，公开会比较好啊。因为我想说，如果不公开的话，就是如果没有达成的，也不会怎么样。应该是说，对，我看一下。枣泥的愿望可以上格正式升吧，哦，这也是其中一个愿望，我也跟着列上完成一半，哦，恭喜恭喜，要公开才能有压力逼迫自己完成的啊。我刚刚也有在想这个点，我刚刚就是在想这个，然后对，好，我想一下，但是感觉上就是如果在列的时候会想着要公开，那就会不敢列那种太难度太高的。刚谢谢爹爹送的红玫瑰哦。嗯，好耶，那我来想想，该不会跟我一样列一年吃30个冰的目标吧？一年吃30个冰吗？这个目标也是挺酷，最好还要设个失败惩罚。哇，你好狠啊！等一下，失败惩罚是什么？难道是类似什么给粉丝嘟嘴之类的吗？哇！等一下，破音，对不起。哇，谢谢谢谢朱理恩送的红包，谢谢谢谢你，感谢红包。我不是笑笑，笑笑破名被提及，好好笑。好耶，那我应该先记着。年末的时候要来列清单，是给自己未来的期许，这样。我看一下，我是还记得5个月前你在收集可以在直播唱的歌曲，你说要慢慢唱，我的歌在27首。哦，对。我也还有印象，但是因为我那时候本来想说可能会有时间嘛，然后结果后来，对，后来公司的那个行程嘛，就比较陆陆续续的来，就是比较满一点，就是类似就是都有的公演嘛，然后或是什么演唱会什么之类的，所以后来就比较没有时间练习了。对，当时因为想说吃冰吃过瘾才练的，好酷哦，很酷的目标。谢谢微积分大师送的红玫瑰哦，笑笑人称嘟嘴大将军。原来他还有这个称号呢，可能没达成就跳个粉丝指定的 cover 或装扮之类的哦，好像也不错，这好像还 OK， 可以接受的程度。平身好哦，早冬晚安，晚安啊。等一下，我滑反边。哦，快要讲完了。还有另一个是那个
就是那个 Plus 有直接私讯给我小盒子问题，哎，我直接讲出来算了，没关系。但是那个我应该可能下一次再回，就是刚好他今天也没有办法来看，我就下一次那个星期日的时候可以回。我今天先把大家那个问答框框里面的回完，看一下哦。早妮平常在学校会跟朋友聊 TP 的事吗？不会耶，因为平常吗？因为就是其实共同有一起修的课没有很多，所以其实能够一起聊天之类的时间好像也没有到很多，所以就不太会特别跟朋友聊 TP 的事情这样。惩罚可以去力宝乐园断轨去玩，先不要，我会怕。不行不行，我会怕。看一下，找你有聊过自己的追星历史吗？像零一前辈是渡边麻友和山内瑞葵前辈。追星历史哦，我好像聊过，哎，我好像之前有跟那个成员们稍微小聊一下，但是追星历史的话吗？我应该是追以前啦，后来比较没有在追，以前是追那个韩团的比较多，那时候最主要是那个小女友，就是 GFriend， 对，那时候其实有追 GFriend， 然后还有就是可能类似什么就是 Twice 啊 Blackpink 那种就之类的都会有追，但是就是应该是说有追，但是没有到非常的狂热的那一种，就是欣赏他们，然后会可能会看他们的 MV 啊，然后学他们的舞蹈之类的，就会 cover 会自己学他们的舞蹈这样，对。然后可能平常就是那种没事的时候会放他们的那个音乐合集之类的这一种，像是就是我看一下哦 GFriend， 然后 Twice Blackpink， 然后那个一集就是比较新近代一点的话，近代比较近期一点的话，一季啊，然后还有妈妈木之类的。诶，妈妈木是比较在之前一点，因为他们后来那个，对，像我看的动画的某女性角色是跟同学说是某组织的操作员，但她是 A 级哦，战斗员。辽谷，原来如此，小女友，对啊。看一下，国小国中时很常看他们的舞台，对，我也是，就是会看网路的那个。有去看过演唱会吗？没有欸，因为对，其实我是一个不太看演唱会的人，就是我怎么说，我偏宅一点。然后而且因为会想说就是去看演唱会，可能我其实也是属于比较文静型的那一种，所以我去看演唱会可能也不会就是不会像其他的那种粉丝那样那么的狂热，就是对很嗨的那种，所以就是比较喜欢在网络上看他们的影片啊或是之类的，但是不太会去看实体演唱会这样。
还是惩罚高空弹跳跳降落伞 ？No！我有一点惧高症，我会怕。刚谢谢低道的会员送的掌声鼓励，还有李思琪送的红玫瑰。去年 BLACKPINK 在高雄试运开唱，找你有趣吗？没有耶，偏宅的佛系追星，对对对对，没错。找你直播照片怎么还没换新的？啊？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演唱会也好难抢。哦，对啊。我一方面没有看演唱会，也是因为好像那个都要就是在可能什么哪一个什么中午十二点，然后守在电脑前面等着抢票这样。我一直很希望 BTS 来台湾开演唱会哦。欸，对，我以前好像也有就是 follow 过那个 BTS。嗯，但我以前好像是 follow 女团偏多。我朋友星期天是要去看下午的巡礼表演，超过一小时。哦，巡礼表演，您换什么新的？对，我也想知道。每个月的我们，对啊。你们每个月要那个守在电脑前抢票这样。辛苦你们了，但也多亏了有你们的支持，来就是将每个月都来看我们，所以对，所以就是对啊，我突然脑子宕机，我要讲什么？哦，就是非常感谢你们。严，每个月的我们抢票，北上朝圣，北上朝圣。对啊，我觉得你们每个月那个，就是可能在中南部之类的吗？要北上来看公演很辛苦。但是对啊，就是非常的感谢你们。三声哦，原来哦，巡演表演哦，哦刚看错了 sorry。 我这个月只能到星期六，没事，星期六也有我啊，所以也 OK 的。这个月看三场哦，赞哦，期待见到你们。刚才的巡演表演，对对对，我刚刚发现我讲错，虽然这个月是看不到找你了，但是还是要在华山待命哦。你那个月没有那个买票，但你会看上下班路，是这个意思吗？下次直播什么时候？下次直播是礼拜日，后天的下午。欸，对，我看一下，应该是后天的下午2:30到4:30。嗯，每次从台中去台北看表演，我是凌晨到家搭夜车。对啊，就是而且因为那个我们的那个公演嘛是5、6日，然后而且日的话会到晚上，这样大家是不是星期日看完就是比较晚那个赶快搭车赶回家，然后隔天上班这样。辛苦了，
期待见到长妮，期待看到你，我也期待哟，期待啦！哟，撞到。是，但是我会去看艺云啦，所以也算是有参加两场哦。原来如此，这个月我有预感做 A 牌，一样要请多多指教哦。真的吗？好哦，那到时候就我在表演的时候就认真的扫一遍。之前隔天都请假，但这次请不到哦。原来哦，所以你才只能看礼拜六的，对不对？没事，辛苦了。对外线是不太友善，对啊，但没有办法。我也想要一排，笑笑好巧，我有预感。大家都有预感会做 A 牌是吗？看一下，先来念个榜，大家一起去 A 台。没错，如果大家在，其实在我自己表演的时候，我发现好像在A B C， 到 C， 到我记得好像到 C 排还是 D 排，其实在台上都还算是能够看得到，就是看得到人，可以这样直接认出来。但是在后面一点的话，看起来就会偏暗一点，就是灯光会比较黑一点。看一下。长妮可以嫁给我，还好我都是搭高铁商务车厢往返台北、台中。哦，听说新会员都有新手运可以做到 A 牌，但下次必上山哦。真的吗？有这个说法哦，我第一次听到。礼拜日的挂，礼拜日的直播我只能挂听。没事，你可以来听，我就很开心。有前三排就已经运气很好了。哦，对啊，因为前三排其实都蛮近的，我觉得。女性席那也是吗？我想一下，女性席的话，我。记得是就是没有可以看到，但没有办法非常的清楚，好像是这样，印象中。一年多只坐过两次前三排，哇，真是，但感觉要有前三排实在是不容易，很难。一年最多做过两次 A， 所以后来都在山上。哦，所以应该是运气吗？就是如果有做过很前面的话，那就势必会有那种坐很后面山上那边的位置。女性席是一排吧？记得是，好像是。我比较常坐侧席。但其实我觉得坐侧席也不错，因为其实很，我以前之前会觉得就是，还没有那么熟悉公演的时候，我会觉得坐侧席感觉好像会比较可惜。但是其实我后来发现，其实坐侧席蛮好的，就是，感觉上其实蛮近距离的，就是跟成员还蛮近距离的。而且有时候还可以直接得到你正前方或是你那一排侧席那个成员们的饭撒。其实我之前有坐前七排，结果还被成员发现哦。那这样他眼睛很厉耶，好厉害。
没错，填的问卷还是在 Endaku， 谁懂？不要难过，没事。刚谢谢小森森送的 Sweet Candy， 还有红玫瑰，很香，超爱。女性是 EFG， 三排各五个。对哦，女性席从一排开始。哦，原来侧席很近啊，侧席超好玩。对啊，侧边就是跟成员聊天用的啊。对呀，找你在公演一次吃几个便当，一次吃几个便当，就是公司给一个便当，我就吃一个便当。可以得到哎，珍妮的窝，烦死啊！对啊，就是那个侧面的那个哎，珍妮的窝。然后还有一些那个啊，有一些曲目也有那种在侧边的，也有。谢谢小森森送的缘分相遇，但侧席错边有时候就很难过，有些人超过七成在同一侧。哦。原来因为我自己的位置好像是左右都会有一些，所以好像还好。对，我上次在最山顶也有被看到，哇，好厉害哦！但还是喜欢坐中间看表演。对啊，我去年坐侧排坐外侧，结束时被成员发现。啊，是结束那个渐送，准备渐送的时候，我们会经过那边。你不是要念榜榜笑死哦？对，对，对，也忘了要念。好，我来念了。这个月我准备好了，等你的爱。OK。便当不是都会有剩吗？就是我之前都会把它吃完，但后来有时候时间真的来不及，就会剩一些。但通常就是剩饭而已，对，剩不多的饭，就这样。谢谢小森森送的掌声鼓励跟胶卷，那要来念榜咯。哎呦，等一下，划错边，我看一下。那我从第十五名开始念哦，谢谢第十五名的超哥，谢谢超哥，然后谢谢第十四名的，我看一下，逼反了，十四名的微积分大师，谢谢，然后谢谢，哎呀，等一下，谢谢第十三名的章鱼烧，谢谢章鱼烧。然后谢谢第十二名的黑杰克，谢谢黑杰克。好，谢谢第十一名的义勇，谢谢义勇。好，谢谢第十名的朱里恩，谢谢朱里恩。好，谢谢第九名的新宇倩，谢谢。好，谢谢第八名的欧比王，谢谢。好，谢谢第七名的吉米周，谢谢。好，谢谢第六名的卡米，谢谢卡米。好，谢谢第五名的 Steven， 谢谢。然后谢谢第四名的 Plus， 谢谢 Plus。然后谢谢第三名的荣哥，谢谢荣哥。好，谢谢第二名的小羊，谢谢小羊。好，最后谢谢第一名的小森森，谢谢小森森。耶，谢谢大家。看一下，那天还被其他成员在 MC One 发现，那时没有见送，他们结尾后去后台哦。我记得九月，我想看小晴朋友。想看衣品，结果两个人根本都在对方那侧，都没看到自己想看的，这样好可惜哦。大家也辛苦啦，辛苦了，辛苦了，辛苦啦，我们星期日的时候见。
体日的时候再来那个讲那个另一个还有一些问题。然后而且我刚突然想到，我其实前几天的时候好像在兜粉说我要讲那个就是就是谢谢大家在那个脆啊或是在一些什么就是 IG 上的限动之类的，就是有写跟我有关的或是发什么那个分享我推之类的那种。对，突然想到我要讲那个，但我忘记了，我星期日的时候再来讲，就是讲一下我的心情，就是对很感动的心情。大家辛苦了，晚安晚安。星期日要工作可能没办法来，没事。1104的感动，哇，你竟然还记得是哪一天，太感谢了。哦对耶，对，没事，突然想到，对，是分享我推那一天。好，星期日只能听你说，无法回话，没关系。谢谢大家，晚安，晚安，大家早点休息哦。明天是快乐的假日，大家晚安，晚安，晚安，拜拜，晚安。拜拜，谢谢汤米送的 sweet candy， 拜拜啦，准备关咯，好好休息，谢谢大家，也要多休息哦，多休息，注意保暖，晚安，谢谢今天的嘟嘴。好，拜拜，好，3 2 1拜拜。